在那你最美为你们指的黑暗中的屋檐里校长上台高歌陈奕迅的《孤勇者》，小朋友们好嗨！期末成果发表会，宛如演唱会现场。中之际呢，我们让所有有才艺的小朋友，这个平常很认真在练习的社团呢，能够有上台展演的机会。那也借此呢，祝福大家新年快乐！祝福大家新年快乐，也要有不怕输的精神。建德国小学子轮番上阵接力演出，像是勇夺音乐比赛特优的管乐及打击乐团。还有歌声悠扬的合唱团。魅力四射的中东肚皮舞，充满创意的戏剧演出，不止社团展现惊人才艺，甚至还有班级学生自己组团热舞。我们舞练了很久，然后就是希望可以在今天演给大家看，然后就觉得很开心很好玩。准备 Ice Cream 的舞蹈，练身材的 PPAP、yeah! 活动最后学子们相互祝福，新的一年要奋发图强，越来越强哦。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。